香薰蜡烛功能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。香薰蜡烛主要功能就是能提供香气，不同的香味可以带来不同的效果。首先能让你身心灵放松，能让你跟这个场的能量同频，可以稳定你的情绪，提升你的情绪，让你更加快乐愉悦等等，改善空气质量。一些香薰蜡烛具有净化空气的作用，可以清除空气中的异味和有害物质，改善室内空气质量，让人身体更加健康。香薰蜡烛释放的香气可以因工作带来的压力而起到一个舒缓效果，有助于缓解压力、焦虑、紧张情绪，提升身心灵的健康，改善睡眠。一些香薰蜡烛的香气被认为有助于改善睡眠质量，帮助入眠和提升睡眠的深度。某些香薰蜡烛的香气被认为可以增加注意力和集中力，有助于提升成人的工作效率和孩子的学习效果。装饰作用，香薰蜡烛还可以作为装饰物，增加空间的氛围、温馨感、美感。总的来说，香薰蜡烛具有提供香气、改善空气质量、缓解效果、改善睡眠、增强注意力和装饰作用的诸多功能，可以为我们的生活带来各种积极的、正能量的、快乐的、幸福的等诸多方面的影响。